啊，帮上台授奖哈。那我们呢，这个颁奖人是这个赵敏的分会赵会长的陈香梅督导，以及我们的陈守杰分会长上台，大家掌声鼓励。 好，谢谢我们掌声鼓励，谢谢我们的执行长，各位来到所看到的我们的许多党人，在一个礼拜不到10天的时间，号召了90位的会员，90位所以我们的三位呢都一起的，希望大家呢给予掌声鼓励鼓励，谢谢谢谢。好，感谢各位，接着下来呢，我们有请我们的张建华张会长，给我们说明一下安全生活城市，我们请三位的。